这场灯光比赛的终点吗？而另一边，目睹战友相继落败，还未出场的选手心情又是如何呢？非常紧张，只是希望等一下我可以把我想要唱的唱出来，这样子。对，小紧张啦，可是基本上还是没有说很紧张，这样子是平常心。上周以 Amazing Grace 技压四座的林玉泉，一直想与苏芷瑜一较高下，到底他今天能否如愿以偿？ 这么强，就当做是人生的一关啦。苏芷瑜，请出。手下留情啊，胖哥，你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。 哇，今天慧妮姐出现在我们节目已经第三次了，那你是？什么来的？那个？哎，<笑>什么呀？苏芷瑜。哦，对，张惠妹的《Open Your Eyes》。 是彼此为劲敌的小胖和苏芷瑜，在此战狭路相逢，做好准备应战的两人，谁能拿下胜利？ Open Your Eyes. 这个星光。